各位投资朋友大家早安，欢迎收看亚洲之星。那么经过礼拜五的盘势真的开始震荡加大的时候，投资朋友你有没有做好准备？我说这个盘势其实是很好，有些个股呢是十年一次的大机会。这个大机会我说过，我不是叫你去追价，也不是替别人抬轿，怎么样掌握这一次的机会？我在礼拜五尾盘呢，我也带着会员朋友照我的规划等了两个礼拜，真正低点出现的时候我们进场去做买进的动作。为什么这么做？其实最主要关键就像礼拜四台积电在拉尾盘的时候，我怎么讲？我说礼拜四看到台积电拉尾盘拉指数只有小跌六点，我说外资其实也是会怕的，我讲这个你不相信。结果呢，礼拜五台积电压尾盘跌一块半，是不是照我规划的那个走法？那台积电跌一块半还不算什么哦，你看看股王，股王礼拜五的收盘跌多少？有没有注意到台积电是跌一块半，股王大力光跌了155块，是不是跌了155块？它的跌幅台积电金额的10倍。那么这种盘势架构里面，我在礼拜五早上我就跟各位讲过，我说礼拜四有一个很明显很明显的现象，礼拜四盘中11点10分三档主力个股瞬间崩盘杀到跌停板，卖都卖不掉。这个关键重点我在礼拜五早上我就告诉大家，这会影响到主力股，那些市场一直在喊主力标股的还敢买吗？礼拜五我讲的这三档股票礼拜五上市上柜全部也只有3家跌停板，就是我礼拜五早上讲的，我说跌停板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后面的故事发生了什么事，这些电视上都不方便讲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你看到礼拜四急杀，市场喊了这么多标股标股的，跑得掉吗？礼拜五有打开哦，那不是给你去抢的，连光通礼拜五开都没有开，正维礼拜五有打开，但是同样的这三家都还是跌停板。我在节目上，我在礼拜五早上我还特别提醒大家，你不要随便自己去抢。为什么？我在技术面上我一直教给大家一个方法，这是不是一个头部形态？头部形态的股票市场上一直跟你讲，哇，你真的有买在低档吗？没有，你买在高档，是不是替人抬轿出货了？你看到6156的6165的捷泰礼拜五有打开，我在礼拜五早上提醒你可以追吗？这个头部形态有打开是给你机会，不是给你买的。联光通同样的技术面支撑跌破，你看看4903的联光通有放量没有打开锁到底，这种类似的现象我在7月11号我还特别举一档个股，还记不记得？我说淳安头部形态一个大 M 头形态，大 M 头形态跌破颈线你要避开。你看看6283的淳安，为什么礼拜五的早盘也重挫，收盘也创了5月新低？这些都是我提醒大家头部形态的股票要避开。那避开之后要做什么？真正十年大机会到底在什么地方？很多投资朋友其实对这个盘势很有警觉性，我说这是对的，你对盘势的警觉性你对照一下礼拜五的走势，看看大盘从去年11月的8879涨到10545涨了 18.8%， 1600点，6月20号跳空缺口转折跳空缺口，礼拜五也是一样跳空缺口将近6点，是不是在做 M 头？关键重点我们不是说看到大跌哦才跟你讲说哇这个 M 头成立，是在涨升拉升的时候，我说你要感谢外资，感谢外资又拉升到10500点之上让你去做调节，有没有？你看到 OTC 礼拜五去拉什么？
拉生技、太阳能。礼拜五早上我说生技股的反弹幅度还太小，可以拉高一点，结果真的拉生技、太阳能，做什么？三重顶，那不是给你追价的。那要怎么样掌握这个机会？其实回到这半个月时间里面，我一直告诉大家，如果是一个多头盘势，巨大股价怎么会腰斩？如果是一个多头盘势，立丰怎么会跌6.6%？昊鼎怎么会跌70%？礼拜五还是先破底才拉抬做反弹哦。如果它是一个正常的多头架构，绝对不是这样子哦。弱势股会止跌，不是一直往下破低点。这种现象就好像美国科技股在礼拜五早上，就是礼拜四的收盘，它又拉高。拉高的目的是什么？这四个字，拉高出货。纳斯达克涨了4倍，我说这一次拉升上来是10年一次的大机会。你看到费城半导体涨了5.8倍，国际股市都在大涨，要不要小心？这种位阶，德国涨了2.6倍，道琼涨了15000点。我在上礼拜还告诉大家，它是 K 值形成二次背离，上来不是给你追价的。那10年一次的大机会是什么？道琼走势，你仔细看，道琼从6469点涨到21681点，这10年来一次的大机会，不是叫你去追，也不是叫你去放空，我没有叫会员朋友去放空。什么样的机会？我说周末时间里面我跟你做一起的分享这些关键的重点。为什么我要做这个动作？礼拜五尾盘去出手，这个动作点它有个很好的特色，低价量大，买进去的位阶它是今年以来股价腰斩的底部，我抓的就是一个落底翻。那么这种落底翻的机会我看好是什么样的理由？道琼走势涨了15000点哦， KD 值是不是 K 值二次背离？那更重要的基本面在哪里？美国两次升息以后，接下来 FED 要缩表，紧缩资产负债表。还有一个重点，美国国债20兆已经达到上限，3月16号都达到上限，美国手上的现金快烧完了耶，怎么办？我说这个机会点，我们之前我说过茂联卖掉，有没有？没有再做一个动作的时候，核大卖掉，甚至7月13号短线的茂联再做一个卖掉了以后，我没有再买回来。电动车礼拜五我跟会员预告什么价位下面拉回来，我会再带你做进场，你自己不要猜。礼拜五的简讯都说得很明白，关键重点我说礼拜五的尾盘我没有买电动车。你看到整个国际股市，尤其是美国股市进入后 QE 时代，美国两次升息， FED 又要缩表的情况之下，做什么股票可以买？来来来，先让你看一眼几个特色点。今年哦，今年高点跌下来，礼拜五今年股价腰斩的一个机会，抓一个落底翻的机会。低价你绝对买得起，量大礼拜五是几千张以上，哎，超过5000张，哎，你要买个50张100张很简单，都买得到卖得掉。但是我要抓的不是什么3%5%，它这档个股有个很好的特色，它的涨幅可以超过10% 一天。有没有机会抓一个很快速的急涨阶段？我不是说叫你去放空哦，我叫你买进，买进这档个股。当国际股市尤其是美国出现这些现象的时候，真的出现这些现象，这个标的会大涨。会员朋友，我在礼拜五的尾盘还跟你解释，传真稿也有说明为什么我买这档个股。其实最关键的重点你回头看看，还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因素，美元指数。美元指数在礼拜四礼拜五又在创新低，97、
九六九五九四，美元指数礼拜五盘中跌破九四，会是什么现象？可不可以掌握？我说这个机会点非常非常的好。当美国道琼开始面临要升息、要缩表、又美债用光资金的时候，当你看到美元的汇率有没有？美元的汇率从六月份的低点九七、九六、九五、九四，一直往下压，机会在这里。低价你绝对买得起，量大你绝对买得够，一定很好买，买个五十张、一百张，很好做切入。关键重点，怎么样来把握？这场标的是十年一次的大机会，不要说错过这一次机会再来后悔。我说我看好的理由，我已经跟你暗示很多了。周末现场，这是一次十年的大机会，怎么样来掌握？礼拜五的尾盘，我开始出手。这个是一个改变你财富自由的大分配。如果你错过这一次，真的要小心后悔三年。尤其是你买到高档套牢的话，有些股票这一次拉得很高，高档让你套牢，说真的，三年可能都不会解套。那我们把资金呢，把电动车的资金调节以后，为什么买这一档？周六的一个现场跟你做分享。如果说你是在礼拜天、礼拜一才看到我们的节目，那你也不要错失这一次机会，直接在礼拜一直接跟上我做动作。我不希望说你看到股价真的大涨上去以后你才来追。这档个股低价量大，每天都至少几千张甚至几万张，低价量大，股价又腰斩，落底翻的机会点，这些内容我马老师都很用心，我都帮你准备好了。因为我每一天花了很多的时间，我都替会员想，我要做的是帮你真正赚钱的位阶带你出手，而不是带你买一大堆股票。礼拜五大盘也不过是小跌62点，结果呢，很多投资朋友你感受很深刻，很多股票你追了就套牢了。你现在很多套牢的股票怎么办？你如果要让我帮你做持股的一个分析，周末的现场把你的持股带来，让我做跟你做一个说明，怎么样做一个解套的动作，甚至换到这一档个股，相信要帮助你去做一个解套获利，有非常非常好的机会。怎么样把握这个机会？中场的资讯好好把握，马上回来。以上是记者绍婷在街头的采访报道。记者目击一场车祸，由于两台机车相撞，造成三人受伤。车祸主要的原因是由于跑车并排停车。小姐，小姐，请问一下，为什么要并排停车？我只是下次买东西一下下而已啊，我也不知道这么严重啊。方便一下子，祸害一辈子，请勿并排停车。超越大盘，领先市场，挑战自我，掌握行情。市场的常胜军亚洲投顾拥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，坚强的研究团队，准确的多空操作，稳健的获利绩效，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。亚洲投顾带您迈向不同高度，开启非凡人生。您财富的管理专家，亚洲投顾，亚洲投顾，珍惜所托，真情照顾。咨询电话02-2578-3777，2578-3777。我学习的快乐，在我做事情上面，我就更有成就感。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公司，用自己的才能发挥出自己的作用。而善用你们所有的实务经验，技职训练可以让你具有更大的优势。找寻出自己道路的方向，技职教育让我有无限可能。选技职，好好读，有前途。消灭登革热。仔细清扫，立即做。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，要倒干净。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，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纹。花瓶底部、盆栽底盆要常常刷洗，避免纹软附着。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。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积水的小帮手哦。防治登革热，清干净、倒干净、刷干净、晾干净，大家一起来。你未来
来想做什么？如果你对未来感到茫然，找不到方向，产业人才、投资方案，请不要停止前进，相信每一段经历都是蜕变的开始，相信每个人都有改变的机会，从现在起找到自己，找到未来。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。欢迎回到亚洲之星。那么盘势架构里面，过去这半个多月时间里面呢，我说我马老师是凭良心在带各位，该卖出该调节的，我节目上讲得很明白，我不会带你去随便追股票，为了做生意，为了收会员，一直叫你去追，追了一大堆个股。那关键重点，接下来的机会越来越明确的时候，你要怎么掌握？尤其是这些个股，我所锁定的这档个股，它是十年一次的一个大机会，不要错过这一次机会，真的会后悔三年。而且我说过，有一些个股它是比较炒作性的，你如果是替别人抬轿出货买到高点，三年不见得能够解套。我相信我讲这些你都可以感受得到，因为我知道很多投资朋友指数拉到10500点之上的时候，做了两次头部，你也很谨慎，你的直觉是对的。那最重要的这个机会点，我也不是带你去放空，怎么样掌握十年来一次的一个好行情机会点？就像头部形态，我一直教各位，头部形态完成的，你绝对不要去抢短。你看礼拜五去抢短，有打开哦，有跌停打开哦，去抢短，收盘呢还是锁跌停板，可以随便抢吗？我在礼拜五早上我还特别跟你说，这种头部形态的颈线是直接跌破，几乎是崩下去的，不能抢，有没有？联光通也是直接破支撑线，这个 S 线的支撑线直接破，礼拜五呢跳空跌停，开都没有开。甚至在7月11号，我讲头部形态的淳安，怎么都是同一挂的？这些都是我在过去半个月时间里面，我说高档的股票它的目的在做什么，我讲得很明白，做头拉高上去做出货的，我都直接讲，好像在挡人财路。但是为了投资朋友，我不希望你在高档呢一下子套个10万20万，套个100万200万，你如果说照我的规划，高档先避开，跌下来你可以避开的资金，你可以买的股票会买更多更好的标的，我讲这些你绝对认同。那哪些个股请你避开的？除了这几档淳安啊、捷泰啊、联光通，我前面都讲过了。金策有没有跟你说礼拜四请你先避开？有没有会员的简讯也有收到？你看看礼拜五才一天的时间差了50块，有没有请你避开50块的下跌？10张是50万呢。玉金光7月13号364块，请你避开，他要做一个 M 头，结果拉到372、373、373，直接拉重挫。我都是讲在前面的，结果你看到礼拜五玉金光才短短几天时间，一个多礼拜时间，股价回档了24块，礼拜五又大跌6块，有没有？外资一些目的拉高上去跟你讲调高目标价，一跌下来跟你讲调低目标价，那是什么？在出货。谁在盘中的时候就告诉你这些个股在出货不要碰？是我马老师耶，礼拜三告诉你说在出货379块，到礼拜五才2天时间差了快20块，才2天时间呢，差了快20块。7月份最明显还有一档个股，我说一个颈线结构，有没有颈线结构的利基有反弹上来给你做调节，结果真的上礼拜这个礼拜都有回到114块以上，礼拜四跌下来，礼拜五呢只剩涨5毛，已经差了多少？又差了7块钱。这些该避开了，我节目上我都讲得很明白，避开的资金我不希望你套个10块20块50块，
泡个10块、20块、50块，哎，10张、20张差很多，哎，就是我告诉你的一个意思，你高档能够避开，不要套10万、套20万、套50万，你回下来，你可以买更多，甚至是同样的标的。这些观点你绝对都能够接受，但是市场上好多都跟你讲，一直讲追股票、追股票，一直换换换，轮动这么快速，你如果不是做当冲，你真的赚得到吗？你现在回头看一看，我不希望下个礼拜你看到媒体利空，看到股价更大波动的时候，你开始在追杀股票，枉费我过去半个月告诉你高出先卖的动作。关键点我也讲白了，我说茂联六月底卖掉，和大六月底卖掉，有没有回下来？七月初只做一个茂联的短线，我就没有再做。到这个礼拜我只出手两档股票，礼拜二礼拜三买一档回到成本附近，礼拜五我买这一档，这个礼拜只出手这两档，也就是说七月份除了短线茂联做一下以外，只出手这两档。什么标的？我说这是十年一次的大机会。怎么样的大机会？它的成交量每天都是几千张，你绝对不用担心说买不够。同时它的一个量大之外，价格低，一张10000块上下，很好买。今年股价呢腰斩下来，在一个落底翻的低点，我带你进场，我等了快2个礼拜，礼拜五的尾盘，会员朋友你都可以做见证，礼拜五的尾盘我带你进场买。为什么买？这是一次十年一次的大机会，我不希望你股票套在高档，但是在这个时间点我买低档股价腰斩的个股呢，有机会是大涨，相不相信？那关键重点来了，这个十年一次的大机会，你想想看，美国道琼涨了15000点，这个位阶点能够去买股票，还能够美国道琼如果回来的话，它能够受惠会大涨，有没有这个条件？真的有。我礼拜五真的尾盘带投资朋友做进场。你说这一次市场投资朋友你真的是很谨慎，对的，你谨慎，看到美国两次升息又要去缩表的时候，我说大的波动要来了，美国国债20兆3月16号就已经到期，现在手上现金快要烧光了，这不是大波动来临是什么？我刚刚讲的，当美国股市开始影响到台股的时候，礼拜五尾盘去做进场，你说它会不会大涨？你拭目以待。我在礼拜那个周末时间的现场我会给你做说明。但是最关键的，投资朋友，你再看一个数字，美元一直在创新低啊，礼拜五的盘中跌破94块，97 96 95 94，离谱耶，美元指数一直在创新低，它预告的是什么？如果美元指数一直创新低，当整个外资拿到股息要汇出汇完以后，新台币又要走升值，受到美元指数影响，欧元是创了2年新高，这档个股会受惠。同样的，它不是做汇率的，但是美元一直走弱的话，它会受惠。原因是什么？原因是这些因素，基本面是这些因素，技术面来讲，这个是最大的利空。技术面股价大涨就是最大的利空，它反而会受惠。你说技术面、基本面，甚至连汇率因素，我马老师都帮你考虑好了，有没有可能？很多投资朋友不相信，真的是要很认真很用功去市场去找，找到了标的还要去等价格，上礼拜没有出手，这个礼拜一直等等等，等到礼拜五尾盘我进场买进，股价今年呢腰斩下来，礼拜五是买盘下哦，买盘下下跌，价格接近收盘价，有没有道理？很多个股，这过去半个月时间里面，我带你该避开了，我都避开。
我不求说好像收很多会员哦，告诉你去追了很多强势股，每天换的。礼拜五指数也不过跌62点，投资朋友你看看，周末时间里面检视一下，你的持股怎么会越套越多呢？市场上它的轮动太快，很多个股都在做当冲，你如果不是做当冲怎么获利？要有一个波段的结构，有一个大涨的机会，这才是我们要的啊。礼拜五我出手，要不要跟进把握？我说这个机会点在周末的现场，我说这档个股10年一次的大机会，我从道琼的技术面、基本面，甚至连美元的指数汇率我都刚跟你讲过了，最主要我要把握这个机会，不要让你买到高档套牢的股票，反而是买低档刚刚起涨的机会点。如果错过这一次，真的可能会后悔3年。这个机会点我也告诉大家，我们把基本面、技术面，甚至还包含美元的汇率因素我都考量过了。那关键重点怎么出手，怎么做进场，礼拜一什么价位可以做进场，好好把握这一次机会。我希望你能够高档的股票，就像我们过去这半个月呢，你都能够避开。如果说你真的礼拜六有事不能来，你是周末或者是周一才看到我的节目，还是一样可以给你一个优惠的机会，让你赶快把握机会，礼拜一跟着我来做一个同步的操作。要把握中场的资讯，好好利用周末时间跟着我一起来掌握这一次机会。也祝大家下周操作顺利。